咱的彰化客家文化呢，不只是咱的这个客家话吼，啊，咱透过啊整个学校啦吼，啊，把这个客家啊客家言语哦，诶，这个文化当传承延续吼，啊，甚至呢吼，咱的这个美食啊，嘛拢做了真好吼，所以这嘛是咱地方的特色，甚至咱的这个武术啦吼，啊，开口诗啦吼，啊，这些吼，咱的这个啊客家的特色呢吼，拢总透过哦，咱的文化节要来介绍给咱所有乡亲时段。也希望以体验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哦，让民众在这段时间来到我们这个彰化客文化节活动的时候呢，都可以透过这个安排，让大家可以深度的文化之旅。所以从这个9月26号到10月25号，在我们二轮伦贝西罗的这边呢，就会进行这整个彰化客的文化活动。